仲医是个勤奋上进的年轻人，平常总是热心助人。他觉得了解中医，一方面可以养生保健，另一方面又可以帮助别人，因此非常感兴趣。他听说有一位人心仁术的中医师白竹，中医决定去拜访他，希望能学习到更多中医学知识。白竹是个愿意提拔医界新境的中医师，受到许多人的崇敬。 医师您好，我想向您学习中医学的基本概论，希望您能够指导我，让我成为您的弟子。嗯，想要成为医师，必须要有良好的医德。若想要我指导你中医的学问呐、啊，必须先正确回答我的小测验哦。嗯，没问题。若成为医生后。 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去面对病患？嗯，非常好，我愿意收你为徒，请认真学习我将教授的课程哦。老师，我以前也自修过一些有关中医的书籍，应该是有一些基础了。今天您是不是可以教我把脉、针灸还是中药的种类呢？ 哈哈哈！<laughs> 不急不急，我们还是先从中医学在历史上的几个重大发展讲起，让你有个清楚的概念吧。啊，老师是要说故事吗？我最爱听故事了。<laughs> 嗯，那我们就开始吧。学习完本单元，您将可以。 了解古人对于疾病发生原因的认知与转变，了解扁鹊的事迹与望诊的由来，了解《神农本草经》在中药学上的重要贡献，了解张仲景及其著作《伤寒杂病论》在中医学上的重要贡献，了解华佗的生平及其在中医学上的贡献。 在古代，中国的先民习惯将生、老、病、死之类难以用经验来解释的现象，都推说是鬼神造成的。因此，对疾病的态度自然也归于鬼神治病之说。所以，万一有人生病了，他们并不是用看诊施药的方法医治病人。 而是透过巫师用祈求神明、占卦问卜的方法来医治病人。哦，难怪我看过中医的书上有提到，在商周时代的“医”字啊，下面是一个“巫”字，是不是表示医巫同源的意思呢？嗯，聪明聪明，就是这个意思。那医学和巫术是什么时候分家的呢？ 医乌同源的观念一直到了春秋时代，有一位名叫医和的人，也就是何大夫吧，大胆摒弃了鬼神治病论，并且提出六气治病说。这时候，医乌才正式分离。六气指的是外在环境的六种邪气。 过度了，便会使人生病。嗯，难道在医和之前，医学都脱离不了巫术吗？那倒也不是如此。其实，在华夏文明长期的演化过程中，累积了丰富的医药知识，其中每一个阶段都是医学想摆脱巫术、确立本身价值的里程碑。 像三位传说中华夏文明的始祖：伏羲尝百药治九针，神农尝百草创医学。皇帝则透过与大臣间的问答和讨论，形成中医学的基本理论《黄帝内经》。所以，他们都是医药知识发展伟大的创始者。哦，听老师这么说。 那中医学又称为“岐黄之术”，是不是跟皇帝有关呢？答对了，因为《黄帝内经》正是中医史上最重要的经典理论著作，像中医理论中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等学说，对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的认识。 都反映在《黄帝内经》里面，而这么伟大的论著，就是根据皇帝和大臣齐伯的问答对话编写而成的。所以呀、啊，中医学又被称作是“岐黄之术”，就是渊源于《黄帝内经》对中医学的巨大贡献哦。你听过扁鹊吗？ 我看在许多医院里面都挂着“扁鹊复生，华佗在世”的匾额，是不是那个扁鹊啊？是的，据《史记·扁鹊列传》记载，扁鹊是春秋时代的一位名医，这可是正史记载的第一篇医家传记。司马迁说，扁鹊年轻的时候原本是个客店的掌柜。 有一天，一位经常来住宿的客人常桑君对扁鹊表示，说自己年纪大了，有一个秘方想要传授给扁鹊，并且要扁鹊不要泄露机密。常桑君说完，便拿出一包药物给扁鹊，并且告诉扁鹊，连续服用三十天就会出现效果。 说完，长桑君人就消失不见了。扁鹊依照长桑君的话服药三十天，结果眼睛有了透视能力，能看见围墙另一边的人。后来，扁鹊利用透视能力帮人看病，能看出病人五脏的问题。只是他担心被人当成是异类，所以用诊脉为手法。 来掩饰他的透视能力，哇，真是神奇耶！那扁鹊真的有透视能力吗？这个就不可考了。不过，我想那也只是说明扁鹊很精于望诊，人们惊呼奇迹罢了。有一次，扁鹊到了齐国，桓侯把他当贵客招待。 可是，当扁鹊好几次告诉桓侯有病在身时，桓侯都不以为意，非但坚持自己没生病，还对左右大臣抱怨说：“扁鹊爱钱，想治疗没病的人作为自己的功劳。”后来，扁鹊又再一次拜见桓侯，可是这一次一看桓侯，却赶紧跑走了。 桓侯派人去询问其中的缘故，扁鹊告诉来人：“先前几次我看桓侯的疾病还在肌肤、血脉，甚至是肠胃时，都还有机会和方法可治。可是现在桓侯的病已经进入了骨髓，无法医治了，所以我不再请求让我来为他治病了。” 五天之后，桓侯重病，派人去招请扁鹊，但是扁鹊已经离去，桓侯也就病死了。扁鹊的医名传闻天下，而且也懂得入境问俗。他到了赵都邯郸，听说当地很尊重妇女，便做了妇科医生。到周都洛阳。 了解周都的人敬爱老者，他便做专治老人病的医生。到了咸阳，听说秦国人爱护儿童，便做小儿科医生。那他一定很受各国国君的重用吧？可惜呀、啊，秦国的太医令李希知道自己的医技比不上扁鹊，于是派人刺杀他。 老师，您桌上这一本《神农本草经》是什么书啊？哈哈哈，这里面是专门记载中药学基本理论，也是目前发现最古老的中药学专书。神农指的是神农氏吧？可是为什么要把药叫做是本草呢？其实，在神农氏的时代以前。 人们将药物称为“毒”，因为凡是药物皆有毒性。到了汉代，才改称为“本草”，因为大部分的中药本就是一些根根草草的植物药。原来“本草”是这样来的，竟然还被当做是毒呢。古时候的人们对药物的认识是经过长时间的体验和尝试。 才慢慢的发现中药，了解中药，在过程中非但辛苦，也常常因此中毒，付出惨重的代价。所以由毒药到本草，反映了中医对毒副作用控制的成就。这种名称的改变，也是中医药学的一大发展。 那么，《神农本草经》的内容就是有关各种中药的记载喽。《神农本草经》讲的是药学基本理论，例如药物的寒热温凉四气、五味酸苦甘辛咸，以及有没有毒性等等。书里收录了三百六十五味药，分为上中下三品。 是中国药物学最早、最原始的分类方法。其中上药有一百二十种，以养命为主，大多无毒；中药一百二十种，以养性为主，有的有毒，有的无毒。下药则有一百二十五种，主要是用来治病的，多数有毒。 《神农本草经》记载的药物大多朴实有验，屡用不衰。像现代常用丹参来治疗冠心病，就有很好的疗效。这也是从《神农本草经》里面得到的启示。哦，那我懂了。以前常听到人家说“有病医病，无病强身”的观念，并不正确呢。对呀、啊。 要知道，凡药三分毒，任何药物都应该在医师指导下才能服用，千万不可认为中药很温和便擅自服用。哇！一次吸收了这么多知识啊！看来我回去要好好做笔记了。再来介绍东汉末年成书的《伤寒杂病论》。 让我们先谈谈他的作者张仲景吧。张仲景他自小就很好学，读了许多有关医学的书。而在东汉末年，那时候的气候非常寒冷，很多人生了伤寒病死掉了。无能为力，为了拯救自己族人的张仲景。 便努力钻研医学。张仲景曾经仔细研读过许多古代重要医书，例如《黄帝内经》《素问》，对他的影响很大。张仲景根据自己的临床治疗经验，在参考众多古书，写了《伤寒杂病论》这本书。这本书非常实用，而且重要。 被后世尊称为方书之祖，也是中医学四大经典之一。而《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诊断学的基础。由于这部书对中医学的巨大贡献，张仲景也因此被后世尊为医圣。而后来，《伤寒杂病论》也被分为《金匮要略》。 及《伤寒论》两书，可说是中医史上的经典巨作。嗯，知识还真是靠古人辛苦累积而来的呢。嗯，没错。接着，让我透过一个小故事来介绍华佗给你听吧。有一次，华佗在路上遇到有人咽部阻塞，痛苦呻吟。 他上前诊视，并告诉病人说：“饮用山生蒜泥和大醋，并自会除去。”那病人吃完后，立刻像华佗所说的，马上吐出一条虫。他们把虫挂在车旁，要到华佗家去致谢，而华佗的小儿子在门前玩耍。 看到他们车边挂着那治病的虫，便告诉他们，华佗在家中也挂了很多条。另外，华佗也精通方药，他十分了解药物的配伍比例，不必再称量。如果疾病在体内必须用手术切除的，华佗就会请病人服用麻沸散。 病人一会儿便像酒醉一样不省人事，没有什么知觉。后来，华佗因为医术高明而被曹操召见到朝廷当医官。当时，曹操常被头痛所困扰，便请华佗来医治。但华佗因长期离家，因思念而返家。回到家的华佗。 以妻子患病为由，拒绝再次进入朝廷。曹操发现华佗是骗人的，便大怒，把他抓去关。后来曹操更下令处死华佗。华佗临死时，拿出一卷医书给玉立，玉立怕犯法，不敢接受，华佗就干脆把书烧掉。 而他的医术也从此失传，直到后来曹操的爱子因病危而死去，曹操才后悔杀掉华佗。嗯，华佗的外科医术真是高明，只可惜呀、啊，医术却没有流传下来。是啊，真是可惜。老师。 透过刚刚的故事，我的确收获不少，但我有些好奇，中医里常见的针灸以及穴道同仁的发明是从何而来的呢？问得好，我再接着说魏晋至宋朝时期的中医发展，相信你也能从这些大医的故事中得到启发。太好了，谢谢老师。 学习完本单元，您将可以指出黄甫密对于中医的重要贡献为何？指出孙思邈对于中医的重要贡献为何？指出王维一对于中医的重要贡献为何？指出宋慈对于中医的重要贡献为何？刚刚听你提到的针灸。 就让我们从近代的黄甫谧开始说起吧。黄甫谧小的时候就被过继给叔父当儿子，从小啊就不爱学习，甚至到了二十岁还整天游手好闲。直到有一天，黄甫谧把得来的瓜果奉献给叔母，他的叔母不但没有开心，反而严厉的斥责他。 由于他的叔母这个举动，终于把不懂事的黄甫谧给点醒了。黄甫谧自从这件事情过后，便开始努力进取，勤奋不倦怠。到了后期，虽然他患了封闭症，仍然手不释卷，他专心研习经典古籍，废寝忘食。当时的人们称他为“输赢。 黄甫密也因为根据《素问》《灵书明堂孔穴针灸制药三部书的内容，编成《针灸甲乙经》，而被奉为中医针灸学论著之祖。哇！黄甫密因为后天的努力，变成中医针灸学论著之祖，真厉害耶！是啊，我们要向黄甫密多加学习才是。 接下来让我来跟你说说关于药王的故事吧。药王是指孙思邈吗？嗯，有做功课，不错哦。孙思邈小时候体弱多病，他深深体认了家有重病患者对病人自身和家属的影响都很大。于是孙思邈。 在青年时代便刻苦学医，成年之后不慕荣利，隐居太白山从事医学活动。孙思邈重视医德，同时也留下了处世格言：“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从此，心小胆大，行方志圆。 成为中医行医者的行事准则。孙思邈以医德垂范后世。他认为医生应该具备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才能称为伟大的医生。原来心小胆大行方志圆，就是流传自孙思邈的名言呐、啊。嗯，没错。 其实不止刚刚那句话而已，有些医师啊，甚至会将孙思邈写下的《大医精诚》当作行医誓言，用来勉励自己。大一《大医精诚》，《大医精诚》等于是中医应谨守的行医誓言，一是发大慈恻隐之心，普救寒灵之苦。 二是无欲无求，视病如亲，不得问其贵贱贫富；三是无畏艰难，一心复救。四是悉心施治，不可自逞俊快，要设名誉；五是举止端庄，不得调虐喧哗；六是尊重同行。 不得自毁诸医自炫己德。七是精勤不倦，虚心好学。八是胆大心细，致圆行方，要有职业责任感。另外，孙思邈总结了唐代以前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和个人临诊心得，写成《千金药方》。 《汉千金一方》两部巨著，孙思邈说医家使用汤药能治愈疾病、拯救性命，这是无上的德行，比有形的千金来得更加珍贵。这便是千金方命名的由来。另外，重视医德的还有三国时代的中医董奉，他看病时。 对于比较贫困的人，都不收取报酬，并让那些人在他住所旁边种杏树，以当做报答。后来呢，大家就习惯把中医药行业称为“杏林”。在明代，也有一位名医万全，不计前嫌的医治好仇家的孩子。这一些故事啊。 都再再显示医德的重要啊！没有想到当医生医德是如此的重要啊！我要以他们为榜样才是。还记得刚刚有跟你提到中医针灸论著之祖吗？嗯，接下来我要提到的事物也跟针灸有很大的关系。 跟针灸有很大的关系吗？嗯，接下来要介绍针灸同人。啊，十八铜人是针灸同人。针灸同人是北宋时期一位名叫王惟一的医官被朝廷指派铸造两座针灸铜人。 而主要的目的是作为针灸教学的模型。根据相关历史的记载，铜人是男生的裸身，跟一般人一样高，共有十二个断片，全身各部位比例相当精确。铜人内置脏腑，外标精穴，穴位与体腔相通。 这针灸铜人除了可以在一般教学时使用，也可以用在中医针灸的考试上。在针刺考试时，衣冠在体表涂蜡，让穴位经络被覆盖，诸孔穴也被黄蜡阻塞，再向铜人体腔内注入水银。考试者以针刺铜人，若取穴有误。 则针不能入。若取穴正确，则针从孔穴刺入体腔内，拔针后水银即可从孔穴处流出。针灸同仁可说是中医界一项伟大的发明呢。哎，老师，您手上拿的是什么书啊？你看书上是不是有写着《洗冤集录》？ 嗯，对啊，好像是一位叫宋慈写的，但是啊，内容我就不知道了。那你知道宋慈是谁吗？我只知道好像跟法医有关。您可以跟我说一些关于他的故事吗？宋慈一生从事司法刑狱，他把对于这方面丰富的经验，撰写出了一本旷世巨作《洗冤集录》。 《洗冤集录》内容包括人体解剖、尸体检查、现场检查、某些机械性死伤的原因、用于自杀或他杀的毒物及有关急救解毒的方法。这本书可是世界最早记录法医的书籍，比其他国家还要早了三百多年。此书问世后。 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并被译为多国文字，对世界法医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是中国法医学的里程碑。宋慈也因此被西方人称作法医学先驱。 了解针灸及针灸同仁的发明由来后，我还想知道《本草纲目》以及其他大医的故事。接下来的故事要从金元至明清时期接续说起，从中你就能得到问题的解答。太好了，谢谢老师。学习完本单元，您将可以。 指出金元四大家对于中医的重要贡献为何？指出李时珍对于中医的重要贡献为何？指出重豆法的类别及运用。指出明清时期的医学名家对于中医的重要贡献为何？ 这个时期，就让我们先从金元四大家开始说起。在宋元时期，他们推崇张仲景为医之圣者，而《伤寒杂病论》被尊为经典。圣人与经典接受到特殊对待，不能轻易被更动。有人推崇，也有人提出质疑。 医家中产生了“古方经病不相能”的观点，表现出创新的精神，因此出现了金元四大家的学术争鸣，中医史发展的新阶段。古方经病不相能是什么意思啊？古方经病不相能的意思是因为环境气候变迁的缘故。 古代东汉末年治疗外感风寒的方子，未必能切合适用于金元时代的温热疾病。嗯，我懂了。而所谓的金元四大家，指的就是古代金元时期的刘完素、张从政、李东垣、朱丹溪四位医家。 接下来，我们先从最旁边开始介绍好了。第一位是提倡火热论的刘完素，他提倡火热论，并以火热论思想指导临床。他还研究五运六气，修正了东汉以来对外感风寒病因的认知，治疗的药物多使用寒凉药。 接下来第二位是提倡宫邪说的张从正，他喜欢作诗嗜酒，性格豪放，不拘细节。后来也曾被金朝招入太医院担任职务，但不久辞退。张从正主张邪气说，认为治疗疾病当以制止病邪发展和驱除病邪为首务。 用汗、土、下三种治法去除邪气。所谓的汗，只是让病邪由体表随汗而出；土，指的是让病邪主要由口而出；下指的是让病邪主要由大小便而出。哦，原来是这样啊！ 同时，也提出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功的论点。也就是说啊，病愈之后最有益的补药，就是均衡平常的日常食品，不必过度使用药物。第三位要介绍是提倡脾胃说的李东垣。李东垣认为，人体内在元气充足。 则疾病无以发生，而元气充足与否，关键在于脾胃是否健旺。同时，连现今广泛使用的补中益气汤和当归补血汤等著名方剂，都是当时他所调制而成的。最后要介绍的是提倡养阴说的朱丹溪。 朱丹溪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治则以滋阴降火为主。朱丹溪集合金元四家之长，是对明代医学影响最大的医家。我懂了，原来金元四大家就是指刘完素的火热说、张从正的攻邪说。 李东垣的脾胃说和朱振亨的养阴说，是的。接着谈到明代的《本草纲目》，让我来告诉你这本书作者的故事。李时珍是出生在一个世医家庭，祖父跟父亲都是很有名的名医。 也因为环境关系，造就了李时珍从小就喜欢医药。但是碍于当时从医的地位并不高，因此他的父亲希望他能专心在课业上。而李时珍也不负众望的，在十四岁成为秀才，后来连续三次考取举人都失利。 而他对医药的兴趣有增无减，于是便专心往医药这方面研究。当他三十岁时，便已经是位名医了。在李时珍行医救人期间，他发现到记载药草的古书里，许多药草的分类和名称十分杂乱，同一个药草可能会有好几个名字。 或是把两个相近的药草当作同一个，特别是许多毒性药品，竟被认为可以延年益寿，而疑惑无穷。李时珍多次上书朝廷，要求重新整理医药书籍，但都没有得到回应。于是他便自行对历代所有关于药物的著作进行整理。 所以，《本草纲目》是重新整理当时所有医药书籍而成的名著喽。嗯，这可是要耗费许多的精神与时间，并不是一般人所想的那么简单。他除了不辞辛苦到各地采药之外，同时也到处拜访，收集民间药方，包括了名医、农夫、渔夫，甚至是平民。 李时珍花毕生之力整理了古代八百多种文献，也到民间收集资料，再加上他本人的临床经验，用了二十七年才成书。甚至连达尔文都誉本书为十六世纪中国的百科全书，因为《本草纲目》虽命名为医书。 实际上，却包括了各学科的知识。哦，原来李时珍是为了同枕药草，跋山涉水，才制作完成《本草纲目》哎。哇，李时珍还真是不简单呐、啊。老师，请教您这本书上写的“人人种豆预防天花”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我们老祖先为了要记录明代时期疫病的猖獗所记录下来的。也就是说，在明代中国的疫病非常严重喽。没错，在明朝两百二十七年历史中，有疫病流行的年份就有一百一十八年，重大疾病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多次。啊，好严重哦！ 那当时有解决的方法吗？在当时，人痘接种预防天花的方法慢慢流传开来。明朝的种痘法预防天花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医学技术。到了清代，出现了两本医学名著《张氏医通》《医宗金鉴》，都详细的介绍了各种种痘的方法。 这也是中国独步全世界的杰出成就呢。可以告诉我有哪些种痘法吗？哈哈，不急不急，让我慢慢告诉你。第一种是痘衣法，嗯，是衣服的衣吗？嗯，没错，就是将患有天花的儿童所穿的内衣脱下，并让未得病的小孩穿上。 即可造成一次传染接种，这是最原始且最粗糙的方法。而第二种是豆浆法啊，豆浆？哈哈哈！看来你一定是误会了，这里指的豆浆可不是我们喝的豆浆哦。豆浆法是将天花儿童的包挑破，直接取其新鲜的豆浆。 用棉花蘸塞入被接种对象的鼻孔，以此引起发痘，达到预防接种的目的。不过，这种方法需直接刺破痘痘，病人的家人多不愿接受，在古代也较少人用。第三种是水苗法，做法是将新棉摊成薄片。 将豆包加入净水中，用棉花吸其溶液，然后塞入鼻孔，男左女右，用红线绑着棉花，以免吸入或咽下。六个时辰后取出，此法为我国古代人痘接种法中效果最好的一种，可达到预防天花的目的。 即便发病，亦可减轻病情。第四种是旱苗种法，用长约五六寸的银管，挑起极细的些许豆荚，纳于管端，按男左女右，对准鼻孔吹入。在明代时，多用旱苗种法，因为它简便快速。最后。 《医宗经鉴》书中有分析比较这四种方法，说道：“水苗为上，旱苗次之，豆衣多不应验，豆浆太设残忍。”老师，这本书上写的“温病学”是什么意思啊？让我来跟你解释吧。明清温病学的理论发展和实践。 成就非常杰出，与东汉末年以来影响一千多年的伤寒学分庭抗礼。温病是多种外感热病的统称，由温邪所引起的，临床上以发热为主症的疾病。这些发热性的疾病，例如流行性腮腺炎、猩红热、中暑、白喉。 水痘、麻疹、肠病毒、流行性脑炎、大叶性肺炎等，都是古代温病的范围。要说温病这个名称，最早来自于《黄帝内经》这本书，《黄帝内经》已经提出温病名称，《伤寒论》也指出温病是与伤寒并列的一类外感热病。 对其临床表现、治疗也有散在的记载，但是还尚未形成温病的辩证论治体系。因为《伤寒论》被后世尊崇为方书之祖，故在后世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研究伤寒者诸家风起，而研究温病者寥寥无几，甚至不少医家认为。 温病包括在伤寒之中，伤寒法亦足以治温病，从而限制了温病学的发展。后来金元时代的刘和坚开寒凉清热治疗温病，被后世称为寒凉派。刘和坚也因此被推崇为温病学派的奠基人。到了元末明初的王吕 更加明确指出了温病与伤寒发病机理及治疗法则的不同，并在书中《医经溯回集》提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后人也对此书有着高度的评价，而明清时期才是温病学主要形成及发展的阶段。 在众多医家努力下，温病学逐渐脱离伤寒学，而终于自成体系。其中，在明代的医家里，又以吴有性对温病学贡献最为突出，著有《瘟疫论》一书，是第一本的温病学专著。 到了清代，是温病学成熟发展的重要阶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叶天士、薛生白、吴菊通、王孟英四大家。首先，我先介绍叶天士。他首先讲述了温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并从病因、病机及治法上。 将温病与伤寒加以严格区分，此说为寒温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叶天士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创立了胃气饮血辩证，明确的指出了温病在胃气饮血。 四个阶段传变的规律及各阶段的治法，这是温病学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也是温病学体系形成的标志。叶天士的学术思想在温病学中占有无可替代的地位，被尊为一派宗师，温病学派的创始人，著有《外感温热篇》。 第二位是薛生白，著有《湿热病篇》，他的专长是湿热病辨治。再来要介绍的是吴菊通，他的一生经历过多次的疫病，有些亲人也因此丧命，促使他发奋研究温病学。他的温病学研究。 以温病调变为集大成之作，它是一部集理、法、方、药系统完整的温病学专著。它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以三焦辩证作为温病的辩证纲领。最后一位我要介绍的是王梦英。 他的一生也经历过很多疫病，因此对温病琢磨很深。他的创作以《温热经纬》一书对温病学的贡献最大，与吴菊通所著《温病调变》一样，至今仍被视为研究温病学的必读之书。哇，温病真是恐怖哎！ 还好啊，在温病四大家的努力下，我们才能免受温病之苦。接下来，让我再跟你说明清时代其他医学名家的故事，让你印象更深刻。中医学名家还很多，例如张景岳，是中医学史上少见的博学多闻之士。 而明代名医王肯堂则著有《政治准绳》一书，此书收罗广博，编辑严谨，是十七世纪流传最广的医学著作之一，历代都有刊本，以列证最详而著称。还有宫廷贤治愈鲁王张飞鼓胀。 而被誉为天下医之魁首，称为医林状元。在明代时期，针灸学的发展迅速，其中代表的就是杨继洲的针灸大成。杨继洲气如叶医，曾任太医院医官一职，声望甚高。曾经有一位山西监察御史。 得了一种疾病，多方研医无效。后来经过杨继周针灸后，三针便痊愈。杨继周所写的《针灸大臣为中医针灸史上流传最广，也是声誉最著的名著。最后是清代著名的医家王清任，著有医《医林改错》。 在活血化瘀理论及临床方面做出崭新而巨大的贡献。嗯，中医的发展啊，还真是有赖这些名医的技术及态度。我不只要学习他们的医术，更要学习他们的医德及态度。今天的故事能对你有所启发，真是太好了。哈哈哈哈哈。 中医发展史是研究中医医药学的起源、形成、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的学科，讲的是历代中医学发展的特点和主要成就、重大医事活动和中国医学发展的规律性。从了解中医药起源于人类生活所经历的过程。 对早期医药卫生活动和医药知识的初步累积，在医巫之争中，医学逐渐取得了优势，提供了战国时代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基础，并且认识到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等活动对中医药学的发展也有所影响。 战国到三国时代是中国医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个阶段出现了扁鹊、华佗和张仲景等著名医家，及许多重要的中医药学经典。其中，《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基础理论，《伤寒杂病论》。 确立了辩证论治法则及其对方剂学的贡献，《神农本草经》则对于中药学基本理论有重大影响。到了晋朝五代时期，临证各科日益丰富，理论应用于实践。例如孙思邈《千金方》密、黄甫秘。 针灸甲乙经，以及脉经、本草经籍注等，都是本时期的重要著作。本阶段为中国医药学全面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医学教育和中外医药交流方面也有重大成就。宋元时期，则在临证医学上。 有新的突出成就，金元各家学派的医学理论和治疗方法的发展，在创新中医学理论方面有恢古耀今的表现。针灸学方面，王维一创制针灸同仁，宋慈《洗冤集录》代表了宋代法医学的卓越成就。创新学派的金元四大家。 刘完素火热论，张从政公邪、李杲脾胃论，和朱丹溪香火论，则开创了中医学发展的新局面。在明清两代医学发展方面，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对中药学有巨大贡献，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 也具有重要价值。明清时代最了不起的医学贡献，在于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吴又可《温议论》对温病学说有重大突破。清代温病四大家叶天士、薛雪、吴菊通、王孟英，都是了不起的温病学者。 明代的人痘接种术足以在历史上留名，而杨继洲针灸大成、张景岳对内科临证的贡献、王清任对活血化瘀理论的成就，都是傲氏中医学史的重大成就。古人在发展两千多年的中医学理论和临证实践成果上。 留下了无可计量的智慧。近百年来，西医东渐，现代中医学习的中西医知识，理当有更多更好的医学资源来照顾病患。老祖先留给我们的惊人成就，我们应该要好好学习才是。